听得到我说话吗？别。压伤右上腹跟右上臂，血压低，心跳很快，赶快帮他做腹部超音波跟 CT， 他可能有内出血。右上腹部积血，很有可能是肝脏严重撕裂伤。护理师，做完 CT 马上手术。你走开！等一下，他除了肝脏以外，很可能还有别的出血点，我可以帮忙。状况怎么样？肝脏血管撕裂伤经过缝合，出血已经受到控制，血肿也不严重。既然你这么想帮忙，收尾就交给你了。好。许医师 X 光片跟 CT 刚没有我看一下，我是烦恼伊还阁有啥物其他的骨挫伤，还是啥物损伤无？你不是病人的家属，嘛不是阮人台医生，我要哪有可能甲病人治疗你啊？好啦，你无咧现场，你无了解。迄当阵明仔的巴肚去有重物跌掉，迄皮肤上真有可能会破裂，我当然紧张啊。我来干嘛？你比明仔的爸爸妈妈更加烦恼伊。伊是甲做伙出诊，才发生意外。我当然有伊的责任照顾伊啊，敢毋是？我了解你的心情，你烦恼明安，我嘛感觉烦恼伊。明安遐尔优秀外科医师咧，伊即马受伤，阮人台就兼一个医生诶。你若想要关心伊，安尼直接加入阮人台。你即马是咧讲啥？恁病院的医生即马倒去手术台，你还阁有伊的心，找看有啥物人来代替伊哦？你先莫激动啦，我是咧为病人设想咧。病院的医生若无够，要哪有可能提供好的服务给病人啦？而且你的实力，大家拢知，对无？国民中秋水，好啊好啊，你莫甲我讲遐多。
X 光片跟 CT 片有无？你为什么让敏安跟你一起去？你根本就不应该让他跟你一起出诊。我知道，都是我的错。我一直很担心当年的事情会发生在敏安身上。他越跟你接近，就越危险，越容易出事。结果现在呢？现在变成这样。对不起。说对不起有用吗？你什么都不清楚，你知道敏安喜欢上你了吗？哎哎，院长，院长，现在情况怎么样？帮他检查过伤口，没有感染的问题，也有帮他调整右半边的姿势，不过徐医师还是觉得右手臂有点刺痛感。你们现在去忙吧。辛苦了，谢谢哈、哦。谢谢，不会。院长啊，那安尼啦，哎，都手术掉啊，哎，手怎么还有刺痛感？徐爸，你不要担心，我做一点简单的检查。好好。徐医生，你把手抬起来试试看。好 ，OK， 你的手握拳试试看。OK， 你感觉怎么样？使不上力的感觉，然后还有我上臂很酸麻跟刺痛。徐医生，你的手术很成功，血压、心跳一切的数值都很正常。你的右上臂被重物挫伤，所以你现在会觉得酸麻、肿胀，都是很正常的现象。应该过一阵子就会好转，我们再观察一下下。谢谢。干脆你这次就跟敏安还有徐爸徐妈说清楚，说你跟思安交往过，我不想要再隐瞒他们了啦。我永远记得那天他们听到思安过世时的表情，我唯一能够帮思安做的就是好好的照顾敏安，保护敏安。喂，什么？我现在忙过去。这是徐医师的检查报告，确实是上臂神经丛受损，而且他的情况比我们想的复杂很多。所以现在一定要动手术了。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手术经验。那总院有人可以做吗？总院有没有人可以做这个手术我不知道，但是我很清楚我们身边就有一个人，他绝对做得到，而且他手术成功的几率比任何一个人都来得高。还是只有他了，是吗？